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怪兽，欢迎来到我的一衣多穿频道。之前呢，有宝宝给我私信留言问如何搭配白衬衣才会更出彩。这道题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是你细品，如果他只是问如何搭配白衬衣，那可太好搭了。但是呢，他问的是如何搭配才出彩，这我就得好好想一想了。如果你对于这次小怪兽的附加题作业还满意的话，也不要忘了给我三连好评呀。白衬衣怎么搭才出彩呢？首先你要有一件出彩的白衬衣，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啊，不卖关子了。今天的搭配单品主角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白衬衣了。严格来说，从颜色上它并不是那种100%的纯白色，它带有一定的光泽感，有点像那种珍珠白，会比那种纯白显得更高级一些。材质上来说的话叫醋酸缎，非常像桑蚕丝，但是护理起来会比桑蚕丝同学要泼辣很多，所以这种面料呢，在垂坠感呀、柔肤性包括性价比在内的表现还是蛮优秀的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抓紧开始搭起来吧。I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'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't do